大家好，今天是闺女和媳妇儿的哈佛减肥法的第20天啊。20天了。嗯，昨天第19天，我闺女是64.3，看看今天啊，闺女。你来。哎，长2两。嗯。长2两也正常是吧？昨天多储存了点热量。哈哈，对，一天吃都是肉是吧？这两天该吃那什么了？水果了吧？啊，就一种，对，啊，单独的单一水果吃到饱，啊，媳妇儿昨天是79.7啊，嘿，你降2两，79.6，哎，3天没上厕所了啊，又开始了，3天没上厕所，你没有主食，你没有纤维，肯定他那个大号就不容易上，知道吧？而且你越吃菜越吃这个水果，它膨胀，知道吗？你们得多喝水，啊！反正我只要不长上80以上，这就是一个150多斤的人，说明就是一百八，就是已经卡在这个下边160以下，160以下了，上不去了，知道吗？别着急啊，上不去了。不是你那个肌肉记忆跟你的热量消耗什么的正在抵抗呢。知道吗？就是你所有的现在好家给能量，好跟你这个脂肪，天天学一吃啊！你这个抵抗完了之后，抵抗1-2天以后，啪啪你往下掉秤，就干过了。对，就把它干过了。只要我坚持就干过了。就是说白了什么呀？你一天的摄入量，跟你这个释放的能量，你得那成那什么？甩哥现在大咖。哎，你得是那个摄入的少，释放的多，你才能瘦。对。如果你摄入的多，释放的少。甩哥，你去考。马上开饭了啊！干杯喽！第2天的早饭，一人一杯黑咖啡。轻舟已过万重山。可以吃草莓和蓝莓啊，主要是水果。然后一天都是水果。嗯，一天而且是一种水果。啊，那你们就吃草莓呗。我现在很犹豫，我是想吃草莓，想吃蓝莓也有的是，我给你买2大盒呢。嗯。都可以吃草莓了啊！吃草莓，不错吧？好吃。嗯，现在这个草莓和蓝莓贵，蓝莓一斤是70-80呢，草莓才10多块钱。没意思，我应该选择贵的。不是贵的就好，爱吃哪个就好，哪个热量低就好，哪个最好。这俩都行，蓝莓和草莓。啊，都是特别适合减肥期间吃的啊，是吧？嗯，消脂排毒，蓝莓和草莓，然后其实最好的是蓝莓，知道吗？对，花青素多。最好的是蓝莓，啊、它的好多什么呢？是这个草莓的好几倍。啊，嗯，黑色食物比较好，是吧？今天我俩是先选择吃草莓。昨天是吃了一天肉啊，今天又改成那个水果吃到饱了啊，一天3顿。昨天是让你给你点甜头，让你补充点营养。给不是给你们存点热量。嗯。然后今天就改成那什么了，水果了。看看明天呀 啊，完了今天中午吃完，晚上吃完，看看明天你们能否掉秤。是得补充热量。是吧？现在挺暖的，齁齁冷。对对对。尤其是挺暖之后，北京那边呢，它凉，3月15号以后挺暖。是吧？嗯，坚持住，嗯，是吧？等到你们减完28天之后，再继续别的方法，然后看看你28天之后能瘦多少斤。大草莓饱了，我的早餐结束了，我们中餐再见。好嘞，闺女呢？闺女继续，你再吃几个？别都吃，每次闺女都能吃一盒。嗯，这几个也不多，吃了吧。嗯，年轻人的是吧？对。他小，我每次让我闺女稍微多吃点。中午见喽。他小呀。拜拜。嗯，第20天了啊，开饭了。中午也是水果吃到饱，就是一种的是吗？一天一种水果。哎呦，都严肃了。关键我们家做的这腊肉凹豆角，炖羊蝎子。我这个多残忍。我可想吃这个，馋了。拽哥说啥呢？有那么馋吗？想吃土豆。哎呀，想吃土豆啊！你试试，你就知道有没有那么馋。吃草莓吧。就我发现，就是有的人真是，嗯，站着说话不腰疼，真是这样。过两天你们就第4周就恢复那什么了，是吧？也没恢复啊。
今天明天过两天你个大概其实就恢复正常的饮食了，大概慢慢恢复。那也不成，也是正常人都不行的，一般人不行的。你俩就是不正常人呗。我们都属于有毅力的人是吧？对，别的甭说了，看看今天第20天是吧，明天看你们掉不掉秤最关键，好不好？抵住诱惑呀，啊啊，加油，中午饭开饭了啊，就一种水果吃到饱。大家好，水哥开饭了啊。哎呀，我尝尝吧，腊肉熬豆角啊，去年我自己亲手啊自己腌的。没那么好吃，装什么孙子呀，现在学煎了。我比较喜欢腊肉熬豆角里面土豆啊，这个挺难吃的。其实面目垃圾吃那么大劲儿的糊嘴，根本就不了解土豆的美味。嗯那你为啥不吐了呀？错事儿的，凑个碟嘛一口。它既是它既是蔬菜又是主食。嗯，再来个羊蝎子，腥不耗的，你们吃的没劲，知道吗？多膻气味大，难吃，难吃，这么硬吗？羊蝎子我倒不爱吃，是吧？那也是一般。但我想吃土豆的，等你们减肥，行，好吗？不是说减完肥，恢复饮食第一天要吃饺子吗？我闺女昨天晚上就预定说，我恢复饮食第一天我要吃饺子。都是狠人啊，最起码能受得住这个煎熬啊，一般人受不了，是吧？马上就快到28天了啊，忍一忍。嗯，啊，到时候看28天你能受得住这筋。行啊，最主要今天又开始啊，全是吃水果，单一水果，明天也是，是吧？晚上还有一顿啊，看看明天今天这个全程能掉几两啊？甭说几斤了，几斤有点太夸张，那是生病了啊，能掉几两就行。屏幕前有能打卡的呀，还在继续坚持的，继续报你们的体重啊，身高，看你们的最近减肥成功与否啊。晚上见，晚上见，晚上见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今儿个呀是第20天了，明天就是第3周最后一天，今儿个也饿蹭了。今儿个不是一天只吃一种水果吗？啊。然后我们因为之前拽哥买的草莓，我们就选择了草莓。干光了。然后。草莓光了不说，嗯，这草莓嘛还有点什么不抗饿。对对，真是一跑尿的事儿。然后吧，比较虚头巴脑，草莓也给灌光了。还有一点就是说他饿了的时候，这个他这个餐谱里不是随时你都可以吃黄瓜。嗯，我们为了不破坏规矩，我们不吃别的，你拿黄瓜代替吧。嗯，我们就拿黄瓜当一餐。我不吃总没饭错吧？对，一人两根黄瓜。而且我觉得水果这个东西，到晚上，就是大家给我建议都是升糖过高。对对对。我们拿黄瓜平替一下。这个就补充一下，其实这个黄瓜本身就是可以加片吃的。对，黄瓜热量比较低，也没什么营养，就补充点水分。嗯。期待吧，明天是第3周最后一天了，看看你们俩一共今天掉多少。好吗？嗯。有人说我闺女已经瘦了一圈了，然后媳妇儿的维度也小了一圈，真的是每人都减了10多斤了，是吧？嗯，太棒了。嗯，享受吧，享受饥饿的痛苦吧，享受饥饿的那什么吧，快乐，快乐吧。对，嗯，不是享受痛苦，它也挺那什么的，知道吗？你能承受，等你熬过去，不就是那什么了，欢乐了，快乐了。对。期待明天啊，李大公主跟闺女都分别掉不掉秤，这是最关键的啊，加油，明儿见。嗯。